家门，蚊子太多了，我被蚊子咬的。又是蚊子太多了。蚊子很多，这里。回屋了，对，姐现在到了。到了，快点走吧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怎么走吗？怎么走吗？你们觉得？我要痛死了啊！我身上痛死了，家人们，我身上。身上很痛，啊，现在已经头部都不一样了呀。这后面已经被他这里有个地方打的，被他打的这里，被他打了这里头，他痛死了。被谁打的？被无畏护符，被他搞成这样子的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是什么原因被他搞成这样子的吗？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吗？你们想不想知道？那天晚上是怎么搞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想知道吗？我当时的时候跟他连麦，就是我在直播间里面跟安哥连麦。然后我原来他在外面听着，然后他说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想走，是不是啊？他说意思把他当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，怎么怎么样，你又跟一个男的走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怎么，
然后刚好他喝了酒，就这样对我了。当时的时候，浩妈就鼓只站在那边看，只站在这边看，从来没说过，从来都不帮我，都不帮我。这种真的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家人们，没人会心疼，又不敢告诉爸爸。真的又不敢告诉爸爸，心里真的很难受。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家人们的关注，感谢家人们。我太没用了，家人们，真的很没用，太没用了。我真的是个废物，啥都。如果我真的我不是这样的话，可能我会找到一个，就是能找到一个就是脑子也好的人，年纪跟我一样的差不多的，能找到一个。但是家人们，我毕竟已经这样了，谁会娶愿意娶我这样的人？又不能生小孩，谁愿意娶吗？好，就是心里很难受，家人们。有没有哥哥姐姐说还没想连麦的？想连麦就跟我说。感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。其实跟你一样，就是跟你说的那种，我一边担心我爸爸，一边我又是跟阿杰一起走的话，阿哥一起走的话，会不会？他们你不要真的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谁阿五梦，你不要考这么多。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，你看啊，很多人的家庭都是因为穷，或者说因为这个亲情舍不去，以后最后都会造成什么呢？就家里有一个亲人得了病以后呢，可能就是把家里房子把什么都卖掉，结果房子也没有得到，人也走了，这种情况太多了。那么现在你这样的很悲苦的生活，你父亲看的心里不舒服，他也会造成他身体上的一些伤害。如果你走出去你幸福的话，他肯定也是很欣慰的。所以你不要考虑太多了，你说什么叫对得起什么对不起啊，你已经到这个年龄了，你要组成家庭，对吧？你要追求自己幸福，你不幸福爸爸就肯定不幸福。所以你不要考那么多，你就是跟爸爸沟通好了，告诉爸爸说我现在就奔着幸福，我觉得我找的人肯定比我现在这个婚姻要幸福。你跟他讲，爸爸同意的话，他会从心里祝福你的。那么你自己不管是找谁，你勇敢点，勇敢点，因为你后半辈子就是你自己的抉择。你抉择错一次，你这一辈子，咱说实话，有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是很悲苦的。但是这样子的。有一次我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，当时的时候我爸爸在外面嘛，然后他说意思就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没有告诉过，就是未婚夫就打过我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害怕我爸爸担心我嘛，然后我跟我爸说的是情况是怎么样的，我跟我爸说我不喜欢这个人。那我爸爸跟我说是怎么说的，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钱的话爸爸慢慢还就可以了，反正没事，你自己婚姻是自愿的嘛，怎么怎么样。但我觉得我爸爸那个时候说的就是觉得挺好的，但是我爸爸没有那个能力
给别人钱，所以说我害怕又他们那边要找我爸爸的麻烦。他不敢的，你不要怕这个事儿，他不敢。咱这什么社会啊，他难道还能把你爸打得什么样子吗？他不敢。你先自己先硬起来，你先这样的，你先咱也不说是什么逃婚不逃婚的，现在俩人还没有，就是你们彝族这种一种习俗吧。你现在就是胆子要大点，你到这个岁数你就是胆子要大点，你也别顾及到下面上面的什么人，你不要顾及，就是跟爸爸说我自己追求我幸福就行了。然后呢，你找到安杰以后，俩人好商量一下看怎么去做为好。俩不就出去嘛，你们身体又就是说工作各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障碍。因为有些人他出去工作障碍是因为他有可能腿缺胳膊，或者是聋子哑巴什么的，就是自身有那种缺陷不能工作什么的，他可能生存就很困难，他需要找一个那个家庭好一点啊，那个怎么的。但你不存在这些问题啊。安杰呢他又特别能干，也比较善良，就俩人在一起呢好好出去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去打拼，去奔着自己幸福去做。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想通了，这尽快的做出决定来，你不能再拖了，你知道吧，拖到最后以后呢是两败俱伤。其实昨天晚上我想了想，一晚上我想的是，如果我跟安杰就是安哥一起走的话，我肯定会，就是一想到拖累他，所以说我想的是我自己要走，应该这个的话比较，这样的话不是不对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自己出去，你毕竟是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你把控不好，这社会上你到哪去做什么干什么的，你没有一个去商量的，你知道吧？最后，我觉得不妥，你还是要跟安杰在一起，俩人出去。你也不要怕麻烦，说人家去找安杰，他们谁找他？找嘛？他干嘛去找？他敢闯他家一步，你试一试啊！他进去以后，安杰用棒子随便打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私闯民宅，他敢吗？他敢对安杰家里人动一个指头试试？他懂不懂法律啊？你们俩出去不叫私奔，也不叫也不叫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你不是说是外国的，说人家订了婚以后，说女子跟男的跑了，回来以后怎么着啊？采取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刑法什么的？咱是中国，是吧？你现在你还没有结婚呢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你为什么不去追求呢？你就是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明目张胆的，这个带引号的，而且是大胆的，对不对？俩人出去工作，你别担心家里会，他们闹是他们自己，那说不好听就是狗咬狗一嘴毛，他们自己去咬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刚才说很好，爸爸养这么大，所以以后有了钱来孝敬爸爸，爸爸以后身体不好时回来看爸爸。你只要你俩人在一起了，他谁也当不了，他当什么当？他敢动安杰一个毛，你试试啊？这怎么样？还有我爸爸，他已经胃已经不舒服，胃已经从小不是那个谁，阿武梦，你听我的，你现在你没有能力管你爸爸。你说你要是说这手里有钱，你自己或者说你自己做什么买卖，或者说你自己有这个人脉关系，你能挣到钱，能管的爸妈的管的爸爸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咱该管肯定要管。你现在没有能力，你先自保。你自保，你现在就对得起你爸爸。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就是说你周边现在最疼你的可能就是安杰来的最疼你，他也了解你的所有情况，你也跟他讲过，对吧？你就是说俩人跟安杰好好商量一下啊，未来你们俩应该怎么去往下走就行了，跟别人商量都没有用啊。也别人所谓的你的那些亲戚，他不会是为了，就是你说的就是为了钱啊，他打你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亲戚在旁边看呢，啊，他没有人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拿你去换钱的，就是你前头已经说，我看你前头发了一些。